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 Y Pro Next， 我是 Agnes。 为什么要收看 Y Pro Next 这个节目呢？因为 Agnes 我将会带你们去探索地产世界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要介绍工厂，我们也不要介绍房子，我们介绍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地方。让我们欢迎我们 Pro Next 的 Agent Mino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no。 今天我不带你们去看工厂，今天呢，我要带你们看一个非常漂亮的世外桃源，那就是明月山庄。走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走吧。距离新山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来到哥打丁宜的隐藏式的 resort。 这里四周包围着绿色森林，在这里工作或者是居住都非常的宁静，听着鸟虫声心情格外的放松。这里的土地面积是 2.8 英亩，附近的森林呢都是属于国家森林局所保护区之一。目前呢，这里也是一个学陶瓷的好地方哦。哇， Mino， 这么大的地方非常适合经营一些文艺跟休闲的生意耶。可以在这边搭建一些度假屋，让那些城市的人远离城市的繁忙生活，来这里小休几天，可以野野餐啊，钓钓鱼啊，还可以画画，还可以喝杯茶，不错，感觉很不错，非常适合退休的人士来这里居住。这里呢，距离哥打丁宜瀑布2公里，在我右手边的呢是咕隆班地猪头山，和在我左手边的呢是咕隆本勒巴水晶站。要不是前雇主要退休了，找不到继承人，他也不舍得出让。今天我们 Y Pro Next 真的是大开眼界了，见识到如此有文艺气息的陶瓷厂。如果对此项目想要更多的了解，请联系我们 Y Pro Next。 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